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河。其实自己以前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唱歌。以前很夸张的是，我还曾经就是把自己的音响整台搬去浴室里面唱歌。可是虽然这样，我敢在家里唱，可是我其实不太敢对别人去表达我就是唱歌的这一方面。其实我蛮怕生的，外表像冰山，但是内心很火的一个人。真的接触音乐应该是我高三那一年。高三那一年，因为看到有同学带吉他来学校弹，觉得很酷，所以我就自己上网偷偷的买一把琴来练。开始会弹吉他之后，比较可以把东西表达的完整。我觉得吉他对我来说的意义还蛮重大，就很像武器一样，对啊，就是可以带给我一些安全感。对，创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抒发，因为其实就是我不太敢表达，所以我透过歌曲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事情。那我很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人的感觉，就是感到开心，或者是觉得励志，就是给人正向的力量。